咱就赶紧请司长。司长，各位你好。刚刚开始等呢，你操劳哈，压力大，晚上睡不好。是啊，我坦白承认了哈。这是事实。如果我那是你，我一往赶快。是。压力大，暗时困未起，饭食未落去。是。好，所以这边减肥较紧啦。这样子减肥不健康的减肥，不健康的减肥。有人讲，有媒体伫咧讲啦哈，伊讲你即马冬天拢唔惊寒。因为你头壳毛会烧，有人讲你买无安全帽，因为你一粒头两粒大。你个咧感觉、欸？既然做这个工作哈，就认了，认了。首先我真肯定嘛，也是讲真钦佩你的勇气，家你有价值的做法。多谢。这个工课任何人来做拢无好做。是。今仔日杨志良来做袂落去，我相信无一个人来做，会做比你搁较有关系。一定有，我相信。哎，买啦！你安尼讲，敢像你想要离开啊？安尼，不，好无啦？哈，没有人要我下台。我是如果人家要下台，当然要下台。但是现在还没有，我们感谢大家。是，我是真少甲人娱乐。我相信在国会联络人也好，还是讲政府官员应该会当感受讲，我若无讲咩，应该就算袂歹啊啦。啊，其实袂啦，我目睭真金别看。那是做无好，该讲就爱讲。是。那是做了真好的时阵，该肯定，我觉得一点都不要吝啬。你至少爱好你感受讲，我伫做，你救建人心，路遥知马力。我有伫做，久来人会当知影。所以我特别来遮，第一是要甲你表示肯定，好、哦、也表示讲，这个工作真歹做，劳心劳力，劳心劳力的工作，安怎做拢袂得好啦。司令，我知影你心内感触真深，哈，因为这个工课，任何人来做，拢无法度做到十全十美。安怎都有人有讲话啦，一五基金号出头都袂平等啊，无讲今仔日在目前这个环境内底，男女对决这么严重，过来选举这么多，人讲袂同齐，都要收钱啊，无讲是同齐。无选举的时阵，就开始要累积这个议题，伫等选举要来爆发，要来开始来操作，何况我今仔日选举这么多。所以，那现在报纸给你报一下，讲，哎，请问另外一个有一个人做什么代志？跟他参详，咱如果规趟拢咱美术工拢咱兜的代志。但是如果那无怕这 H1N1 所发生的代志的时阵，什么人去关心？遐人唔必冤枉。是。所以讲，咱政府站在照顾人民的生命安全的立场之上，咱用一个最大公约数照顾你的安全。嗯。我顶一天去伫个香港有一场的演讲。嗯。让我问因。因讲，因足钦佩咱台湾的政府有这么大的这个魄力，愿意安尼不怕困难、勇往直前的去告诉民众对的事，去坚持要民众保护身体、保护生命的原则。伊讲，因都无法度有这力量，包括你卖讲是大陆，大陆十几万亿，伊无去做这嘛，传染落去的死一万，一亿人、一千人、五千人，可能无人知影，伊报纸无报，无人知。咱台湾2000-3000万的生命都这么珍贵。每一个人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，每一个人都是北部上盖好的亲人，都是大家都亲戚朋友都是这么好，所以你站在卫生署的立场，你来照顾大家生命安全，照你讲是爱甲你颁奖甲拍破案，要不过我发觉即马落井下石的人这么多，落井下石的这么多，有一点小问题加以渲染加以夸大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居何心，到底心内是你做法，伊是当公开拍了，也认为讲。四四的抖音也无四频道，对不？啊，遐人过心一龙，即来做议题炒作，到最后吃亏的、受损的是谁？是国人。大家因为却不敢去打，因为觉得说这是有危险的，而最后推行不利。这个就是我最担心的。万一担心的话，现在是不要弄，是不是安尼？这是我最担心的。我刚刚在讲，这是我觉得最痛苦的。所以我感觉讲，这个代志是真歹做，就无我心啦。咱讲实在，什么人来讲，什么人来做，都未当做个十全十美。但是会当及格，会当得到大普遍的肯定，已经算一个真万幸的代志嘛，是一个真好，让咱感觉非常欢喜的代志。我相信全世界拢在看，无一个国家像咱的台湾执行到这么啊彻底，这么啊敢负责，勒头剃顶安尼讲，干脆带着敢这样就去冲。就最重要的是保护因的安全嘛，无政府开钱要创啥？恁逐工落位厝，恁做办公做代志就好啊。恁若落去做歹人要创啥？对吧？咱敢忍心看讲有人大万一来传染出来的时阵，所有的人拢受灾殃。所以咱是要甲危险、甲这个危机降到上界低。所以，为什么你伫个
真济民众的心目中评价真高。咱讲实在，讲无争议是假啦，吼，因为评价不一啦，吼，褒贬各异，所以造成有人感觉讲哦，这个卫生署长确实足有价值、足赞的、足好的。嘛，有人认为讲啊，你是不是话讲了伤紧啊？是不是一条灯啊套卡针？是不是信口如一啊？讲话说很实在，所以难免有淡薄啊，会让感觉讲哎、欸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。是，不过不管如何，我还是觉得。唔管嫁租，唔管重学重振，维持本性，是这是我真欣赏你的所在。我感觉看到你就是看到真实的你，而、啊、并没有因为你职务的改变去改变你的行事风格。这点嘛是我感觉较真肯定的代志。唔够一项就是讲，有真侪代志会当撇变。我觉得你跟詹启贤之间，你有私交吧？当然不可能没有私交，对啊、因为他以前是我的老长官呢、啊。哎呀，啊，这代志足简单的一通电话去就好势啊！为什么互恁互相伫电透过电话、透过公开场所，伊詹启贤来讲卫生署叫我拢袂使对我开记者会，袂使讲话。那但是呢，你们又说，你又说，哎、啊，伊是公司伊的代志，哎、这个。咱台湾来讲就你，因为咱两个讲台语足通的你。是啊。我拢常常用甲你用台语伫对谈哈。台语俗语有一句你讲，假面会少，假话会多。这个话那是是二手传播，甲切尾拢失真，拢失真去，拢无真实去，互相的误解就是安尼开始。你说今天陈云林来台湾，马英九跟连战主席有没有什么恩怨，有没有什么瓜葛？我跟你讲，无，不可能有，因为我是那个追随过连战主席，陈云林来台湾所有一切事情我都很清楚，马主席这边我也都。多方去了解，完全拢无任何代志。但是报纸以讹传讹，下下下，下到尾啊，刚刚别说陈云林来台湾，造成连战真大无欢喜，伊第四甲互相中间的冲突，好像准备压起来同款。啊，你甲曾启贤就简单嘞，你是伊的老长官，你打电话给伊啊。我是我的老长官。伊是你的老长官。啊，这个足好讲个代志，你两个奈袂去协调好，卖互人节外生枝，你做文章啦。你有解过？为着这个代志，国光生技这个代志 ，H 万恩万注销的代志，这个到底这两剂是哪一个好？其实讲较歹听啦，查理的风暴啦，大家拢知影这中间人，大家伫画啥啦？遐人伫画啥物物件？为什么画这好，画迄好？遐后壁拢有文章伫个啦，咱难免为遮公开讲。所以我一再的说，两个一样好，就是说都经过了层层的检验嘛，然后打了以后的事实也是非常的明确哈。他有没有效大家都很清楚，如果统计大家还觉得不够好，你去看个案嘛，哈、哦、就是说到各个那个诊所，到各个医院去请教那个医师，那就非常明确了，就是个效果在那里。 你最近拢无甲伊通过电话？我这个哈、哦、本来是私人的这个互动哈、哦、不用报告、是，但是啊、哦、我跟委员报告，我们的互动是相当的频繁，是啊，这么说啊，不过有当下这位讲起来袂听，所以他的指教，我的回应是说，昨天也有媒体在问嘛，是，我说我很尊重他，那么他，我觉得不管他怎么说，他受了委屈啊。不过你有当下替伊讲伤济话，人就搁讲哦，你跟国光生计够有关系啊，因为我们在公的，我们说大夫无私交，是，我跟他的在公的来讲，只是一个买卖的关系，是。就是讲，你这间公司，但是我跟他绝对是朋友啊，因为不可能不是朋友啊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国光生技的成立嘛，是因为尖调的政府迄个时阵的宗旨嘛。对啊，你们成立这个没为了政府做代志，要出一个非常的明确，是不是这样？李明亮署长来对此，他是亲口跟我讲的，是他去邀请来的，他也很骄傲，是说因为他能够请到詹先生，因为他认为只有詹先生能够把国光带起来，是，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。我在这边讲的话，我想任何人，我包括李前署长，我很尊敬的前辈，他这是他亲口跟我讲的。是。他称呼我不是称呼杨署长，他称呼志良。哦。他一共他那个李前署长，他爱我。啊？没有，他是我前辈啊。我怎么我就。为什么你来当称兄道弟？你还是讲伊是你的长官也好，啊、你来私下去沟通也好，两个人合起来，咱电话咱较早不是电话讲。一个低清的阿就要登啊，所以我你那两个人到底真歹阿兰呢？我非常希望哦，这个我刚刚有讲过，各位委员在我心目中哈、哦，在这个公的场合，我是没有党派的，因为都是监督我的。是啊。啊，第二点呢，我的疫苗我没有看到颜色。那今天好像疫苗染上颜色，我是觉得非常奇怪。对于我们专业的机构、专业的人士来讲，
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，我们非常难处理，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处理政治的。是。那当然了，今天卫生署不可能不沾上政治，可是我们觉得是太多政治，这是非常的无奈的。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疫苗是讲是好用啊，不好用，有效啊，不效，即马变作有色啊，无色，或是虾米色？搁一点就讲国光生这东西是生出来其实引进的是宝贝。即马呢，因当作笨手甲插咧边啊，或者是讲加以来加以污蔑，哎，要造成到底这个社会认为讲这个公司是啊，这个公司是一个害人民的。而且我们国家的政策就是要发展升级产业，而且我们更希望能够自己国家有一个疫苗的产业，因为疫苗这个东西在必要的时候，而且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国安呐、啊，对，它是一个。是一个这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的物资，像这一次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买不到疫苗，是疫苗如果多的时候各国都要推销都要降价，对、哦、在必要的时候呢这个变成是跟武器一样的重要，是跟国防一样的重要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国家能够有我们这个除了国防以外，当然我们也乐见、哦、其他的人其他的厂商能够建立我们国家的自己的疫苗的产业，这是确保我们国人的安全跟他的健康生命。其实应该在这个所在公开的呼吁讲，这忧心人士啦，哈、嗯，当初时一直认为讲这个生计出来的时阵是咱的国本，我们是强本固本，是咱国家的一个整个国力的维护的一股很大的力量。但这个时阵，你要那个拍，你要那个修理，你要那个污蔑。当这个这间生技公司，因为这几乎拢国营的嘛，那无去的话，万一以后阁发生代志的时，无这批人，这批人若四分五散，出去各行各业去就业，无、嗯、一个集中的一个机构来做这个疫苗的研议的时候，万一发生事情，谁来负责？大家拢认为讲，反正死死都有啊，无死病毒啊。哦，反正随你外随的，在我安怎讲，我有权利在我安怎讲。但是这是真正关系较正的代志。传染病哈、哦。没有分颜色的，也没有分赞成或反对的，也没有分官员或者是少数的那种特别的媒体，不会，也不会分各种媒体，好，都是一样的，好，生命都是一样的可贵。是，署长，赶快雄赳赳气昂昂，好，谢谢，是端端正正的你，我希望你能够抬头挺胸，做好你的事情。哦，今嘛已经超过十二点，我讲实连饭也无予你食。听讲，南美要阁走出去，南美阁半点钟阁倒转来，是也是劳心劳力，感谢你为国人的健康把关啦、啊，为国人的生命把关，好。